你可以理解我们的沉默吗？这两个字很重哎，我们不敢开玩笑。真的吗？可是因为用在他身上就觉得好，你是很贴切。可是他有不同的想法。你是指他是很肉欲吗？站在我们国家公园解说员的立场，这就是服从自己的本能而已嘛。纵欲啊，是不是？有人说过你纵欲吗？他呀。就他就跟他跟沈玉琳啊，就是两个，那也是 Kiki 跟我们讲的啊。你不要乱讲嘛，所以他不是我也是，所以他很纵欲哦。他的，因为他体力太好，直到现在还是纵欲吗？他现在还是，所以他太太跟你抱怨？也没有抱怨，他只是说我老公体力都这么好，因为他老婆常常在我家喝酒。我还没讲这个，我跟你讲，我家哦，我只要找不到我老婆，我只要找两个，所以你找他是为了想要发泄欲望，是不是？就感觉我结这个婚就是为了泄欲吗？你急着找，我是个很幸福的，好不好？他很开心，我只是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奎昌，我是正常男生，正常男生该做我该做的功课，就这样。我只是因为我找不到我老婆的时候，有时候我回去家也不见，他人不知道跑哪边去。你一回家就要找老婆，你看他有多辛苦，上完有氧舞蹈也是一回家就老婆。奇怪，他老婆就害怕躲到你家去，然后找不到就马上电话就扣过来。我老婆是在你那边。哎，我只要找不到老婆，找两个地方一定找得到，一个是他家，一个是在沈玉琳他家，就是两个。每一次找不到人，我就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他一定要跑他家？有一次我就打电话找他，我打电话给我老婆，老婆没有接电话，我就打给他，我说我老婆呢？哦，他跟那个谁印哥在我们家，怎么怎么怎么的？我说好，你不要跟他讲，因为我老婆会跑他家去，一定是干嘛？躲你啊！因为你，他就学你。他说什么？你不是讲过什么喝红酒？什么大大方方的喝嘛？对，他就大大方方就跑到他家去喝了。不然怎么偷偷摸摸喝？不是因为他都不喝啊，我不喝酒。本来他禁止他老婆喝酒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没有他禁止。可是这个夫妻相处模式我不太懂哎。你要回家前不就传个简讯说我要回家了，然后就知道对方在哪里了？怎么会需要临时打电话找人呢？他并不是那一种一下班马上就会讯息给老婆，不一定。他是不是？但是我想到要就要，看他当天的身体状况。不要乱搞，弄人家没那我爸也这样骂我，这是不是？不要听到我这边说。误会他，这是男人的时间差嘛。对呀，就人家不晓得我们几点下班嘛，所以我们就可以赚一两个小时去做别的事情。没有，我每次录完影我就一定会。爸爸也骂你纵欲吗？对，怎么会有爸爸跟儿子说你不要这么纵欲？我解释一下，我没有纵欲，我只是正常的男生，正常的。所以你觉得那两背上两个字是纵欲吗？你给我拿下，我看拔不到。打了一个，打一个，纵欲他。你这禽兽，哎，没有，那不是啊。早知道就不要讲这个了。你们这太贱了，你们。我没有纵欲，我有。哎呦，我只是Kiki 都承受不了。正常的老公。一个礼拜一两次、两三次是 OK 的嘛？你们结婚多久？五年，第五年。Too much。Too much。真的吗？他的是。对啊。他是客气说一两次，其实根本一两次、两次，他根本就是三次。我们可以不要讲这一段吗？一次。讲禽兽好不好？三次好像也 OK 吧？一个礼拜三次很累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等一下，你们拜托体谅我一下，我生理，我也是人。黄彤，你觉得一周三次 OK 吗？太多了，很烦哎。两二十几岁的时候，每一根都要做；三十几岁的时候，每一个晚上都做；四十岁的时候都是牛虚，那个卖牛的是一个礼拜一次，那四十牛虚，五烧香啊。五十几岁只有初一十五，哎，烧香一次，对对对。那六十岁就拜年了，一年一次而已。哦，那他每天，所以他应该是烧香两次，然后烧两次 OK 吗？一年一个月两，没有一个礼拜了。那么你烧的太多了，不是，因为你有没有体会过你老婆鼎盛啊？你有没有体会过你老婆的心情？有啊，所以我都问他你要不要啊？但是你不是你问他，所以你都跑去别人家里面抓他回来吗？为什么我老婆为什么也知道？你看我就跟你讲，他爸妈家一喝，他就跟他我老婆就跟他们讲一堆微博呀。自己说起来，你跟侯昌明说你不要告诉他，我现在就赶过去，所以你就上他家抓住你老婆就拎回家吗？不是，你是一个孩子发疯。我是跟他说你应该要去你是原始人，应该去我家把小孩接回来。你怎么为什么跑他家去？可是我告诉你，更夸张，我跑去他家，
结果我跑到他家里面哦，他并不在哦，他并不在，谁跟他？沈玉玲跟我老婆在他家。为什么沈玉玲在你家？因为沈玉玲也是爱喝的人啊，也会来喝两杯。你老婆在、啊，你自己不在、啊？不在。那天我老婆不在。你们家没有人在？他们家只剩下他跟沈玉玲，我一进去我就傻了。这样爱找你什么了？不是他，因为我跟我太太讲说，你偶尔喝一喝没有关系嘛，而且我们家有小朋友在嘛，小时候你不要喝了酒之后，因为你知道我太太有小朋友在，你还一直纵欲，小孩就让他熟睡了、啊，我们有两个房间嘛，让他熟睡，不然就把小朋友送回那个岳父岳母家嘛。所以你要让小孩熟睡，你这整个人都是憋得很难过。所以他们应该有那种感觉啊，他们常常是把怎么可能？他一把小孩送走，他太太就哭哎。我他这种生活，他怎么可能不喝酒啊？对，所以我就给他，所以他就把自己灌醉，然后随便你就可以。不是，你知道他，因为他这样喝，我就说你有这个意思。你不要，我跟你讲，阿哥，我跟你说，男人，所以禽兽不是在讲这个吗？不是，这还不够，这还不够禽兽吗？等一下，但是你说实话，你要说实话啊，女生喝多会不会想要？完全会有那种，那你怪了，不可能。所以你把你太太灌醉，就认为他这样就会想要。我第一个没有把他灌醉，第一个我不可能把他灌醉。有时候，比如说 Kitty 在我们家喝一喝，然后他把 Kitty 拖回家的时候，其实有时候他是抓头发吗？领结，女生三十几岁是正想要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曾经留意过 ，Kiki 要被你拎回家的时候，她曾经尤其是说，哦，我今天其实喝的头有点晕，并没有。她演这个戏吗？她老婆会演这个戏是不是？可是我不晓，我相信有时候喝多的时候会晕的嘛。对。然后可是我觉得在她的脑海里，她觉得晕就是想要。乱讲。每件事都解释为想要，每件事都认为就是想要，晕头痛想喝酒就是想要，想要。对，太太每一次稍有推脱，你会说我辛苦工作一整天，我不就是为了这个吗？什么这？哎，没有，我有的时候，老婆你累不累？我就说，你这个累了，没有，因为他说累，你就要帮他。不是，我说你累不累？我就说我让你舒服舒服这样，我会这样子。对啊。说那你好好休息，不是，不是我让你舒服舒服吧？哎，我休息这是什么武侠片？我是跟我太太，不是跟你太太，你给我坐下。如果 Kiki 说我今天还好，那他就要了。那没有说我很累，那他就让他舒服。所以他你们不要这样，你叫我又睡，我还在解释呢。如果他说我实在没办法，他就说你不要动，我来就好。